会不会交往久了是不是没有恋爱的感觉？那这样的情况下，怎么会有结婚的冲动？交往久哦，我觉得交往久，大部分他们都会觉得说，他们有那个责任，就是要娶你的那种感觉。他不会有结婚的冲动，他只会觉得说，哦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觉得我们的感情也已经扎根扎得很深了，那我们就应该结婚了。我觉得有点算是我有责任，就是因为我已经耽误了你那么多青春，我有责任就是要娶你的那种感觉。